你故意找人送花给我，故意制造绯闻，无中生有，我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。再过分的事情我都干得出来，你都已经跟奇迹订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呢？因为我见到你，我就不高兴，我就不安心，你明不明白？今晚八点，事成者，因为爱情有奇迹。